OK 啊，大家好，首先在为你们讲解这一家 IK900。So, 这一家是一家室内饮水水机，它非常方便的是什么呢？它不需要用到电就可以去啊制造我们所谓的这个碱性水出来，给我们家里去有一家碱性水机去饮用啦。So, 先给你们介绍一下它这家机的外观啊，在外面你会看到有这个我们是它的 indicator。从这个 indicator 来讲的话是吗？是给我们知道我们的滤芯寿命。从市场上很多的水机的话是吗？没有这个 reminder 的话，你不知道你的水机到底滤芯可以用多久。从这个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你的水芯到底几时到期。从再来的话，我们看里面啊。从打开来的话呢，它里面的话滤芯它就是像这样子，有三只。从它的第一只滤芯来讲的话是吗？这个是一号 filter， 里面它的原料是 sediment 加 carbon。 So sediment 加 carbon 最主要是过滤掉水里面的泥浆、铁锈，还有自来水里面的 chlorine 异味。 chlorine 就是氯。 OK， So 再来的话去到我们的这个二号 filter。 So 二号滤芯的话是吗？这支滤芯它里面是有 UF membrane。 So UF membrane 过滤的密度是去到0.01微米，可以把自来水里面大的杂质通通过滤掉，变成说我们可以安全的饮用啦。走，它还有第三层过滤。走，去到第三层过滤的话，这一支滤芯它同样它是两层的，在第一层的话是吗？它是属于 alkaline mineral filter。所以 alkaline mineral filter 呢是会把我们的自来水的 water pH 稍微拉高，去到 pH 8.3。所以饮用 8.3 pH 的自来的这个碱性水的话是吗？对我们的优势就是说它可以去 balancing 我们身体的 body pH， 不会让身体酸性过高。所以去到它的第二层是 nano silver Ag plus。 nano silver Ag plus 纳米银它是帮助我们做杀菌消毒功能的，所以它在最后一层。当它经过所有过滤去到最后一层 nano silver 的话是吗？就是做这个杀菌的这个function。OK， 所以整架水机的话是吗？它就是非常的简约。当你购买了过后，以后你需要更换里面的滤芯的话是吗？您就只是这个 filter 这样子转，它就可以打开了啦。安装的话放了下去，转好它就可以了，看到吗？所以它是非常简单去做这个maintenance fee的。然后这架机我们的独家设计，在它安装滤芯的这个地方的话是吗？它是额外有多一个我们是叫做 stopper。 也就是如果说你的水在走着的情况下，水机的滤芯有爆，或者说是我们去拆开它，它是不会喷水的，这个是我们所谓的 stopper 啦。然后每一次当你在更换滤芯的同时，这个滤芯的塑胶圈 O-ring 它是跟 filter 一整套一起的，不用说需要额外去放这个塑胶圈，所以比较不会有漏水的现象出现。 OK， 整台机的话呢，它是非常简约简单。